这个时势做店主真是不易，如果有帮手帮轻一下就最好了。嗱，中电营商依三宝就帮到你了。电子化管理铺头的电力账户，节能省时，还可以为环保出一分力添。商电营再现，在电脑半寸。OK， 客人要整的发型几复杂都难不到他，不过做些什么才可以帮铺头悭电，他就想简单一点。只需要在网上申请免费能源审核服务，中电团队就会给你专业的节能建议。想长远悭更多，就要更换更高能源效益的 LED 灯胆、光管或者冷气机。好似 Eden 咁，在网上申请节能设备升级计划，中电全方位支援客户悭电减开支。申请获批后，资助金额仲会直接存入客户电力账户，非常方便。而饼店店主 Ebi。同时兼顾 studio 同实体饼店，一对手同时整咁多款蛋糕，鸡蛋六隻糖寿啊！要管理几个地方嘅电费，唔通都要佢一心多用？梗系唔使啦，因为 Edith 识得用中电嘅电子账单帮佢有系统管理多个账户，唔同铺头嘅用电状况一目了然，更有效率。仲可以用中电 app 或者电邮通知，提埋你几时要交电费。隨時隨地查閱過往的帳單和付款記錄，整齊慳位還好環保。至於咖啡店店主 Eason， 一早將自己的咖啡店數碼化，由落單到埋單一路用電子儀器幫手，那我雙手就可以專注沖咖啡了。他當然還用中電流動繳費服務交電費啦，不只可以好 easy 地用不同平台交電費，還有源源不絕的優惠添。中电营商依三宝帮你缩短日常管理用电的时间，俾你专心处理业务发展，悭电省成本，仲帮手建立绿色社区。立即浏览 clp.com.hk 了解更多。